最后一块儿，耶，这样就完璧归赵啦！啊，憨憨，完璧归赵可不是这么用的哟。让我们来看看成语故事书是怎么说的吧。完璧归赵。战国时期，赵王得到了宝物和氏璧。但是秦王也看上了和氏璧，要求用15座城池来交换。这事儿啊，引起了赵国朝堂的争辩。武将说，秦国是来骗和氏璧的，他们是不会给城池的。可是文臣说，若是不给和氏璧，秦国一定出兵攻打赵国。不能给，必须给。赵王为此十分忧愁。陛下，不给出和氏璧，秦国会攻打赵国；但给出和氏璧，如果秦国不遵守约定，错的却是他们。臣有方法可以既保全和氏璧，又不让秦国攻打赵国。臣愿前往秦国了结此事。哦，言之有理，寡人就派你去回复秦王。遵命。蔺相如带着和氏璧来到了秦国。秦王见着和氏璧，爱不释手。陛下，您曾许诺要给赵国15座城池，好玉啊！不愧是和氏璧，真是太美了。哎呀，替我谢谢赵王了。陛下，城池，这个之后再说啊！哎，之后再说。秦王的举动让蔺相如发现秦国不愿给赵国城池，于是，陛下，和氏璧上有点毛病，让我指给大王看。快指给我看看。陛下，我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应该相互欺骗。何况是大国之间的交往呢？我看陛下无意补偿给赵国15座城池，所以又把它取回来。如果您一定要逼迫我，我的头就与和氏璧一起撞碎在柱子上。等一下，不要这么激动嘛，我们再慢慢商量嘛。秦王表现出的不诚信让蔺相如十分不安，于是他召来自己的侍从，一定要将和氏璧安全带回国。是。虽然和氏璧被偷偷地送回赵国，但事情还没有结束。当秦王再次召见蔺相如时，陛下，臣有罪，我怕受大王欺骗，所以派人带着和氏璧回到赵国。大胆，你竟敢欺骗寡人，你不怕寡人治你的罪吗？陛下息怒，秦国强大而赵国弱小，如果大王先割让15座城池给赵国，赵国一定会立即献上和氏璧。但是秦国如果以强凌弱，不遵守约定，势必会引起各国众怒。希望大王和大臣们仔细商议这件事。欺骗大王是我的罪过，
我愿意接受惩罚。蔺相如的一席话让秦王认识到他被坑了，杀了蔺相如也得不到和氏璧，反而断绝了秦赵的友好关系。好了，寡人知道了，你走吧。就这样，蔺相如不仅安全地返回了赵国，还保住了和氏璧和赵国的威严。后来完璧归赵，比喻把物品完整无缺地归还本人。哦，原来是归还的意思呀，我明白了，谢谢意义你告诉我。嘿嘿，没什么，下次可不要用错喽。